为什么要这样爱你？干嘛我家己心痛？干嘛还要甲你拒绝？我哪会这样讲？因为你知影我爱你，你知影我是真心的，我现在。 只能你一个人了，相信我。除了相信，我可以当安怎？我对你付出的感情，已经收不回来了。就像秋不花的飞蛾，我对一段感情，是，我嘛甘愿。 心了啦，家己等伊厝，家家电话话，今天晚上让我哄你睡觉，嗯。学长，啊啦，你袂阁骗我哟，敢会起码，有只晚就伫恁兜等你，你甲我讲。 你就体贴点，逐天下班一转去，你就先洗身躯，因为你今仔甲病毒传互因母仔囝。你莫听伊有白讲啦，我根本就无甲伊住做伙，拢是因硬要来甲我搞搞滴的，我早就叫伊莫过来啊。即马我的房间内底，就敢若我一个人尔，逐天想的。 梦到，都敢若只有你，你阁有别人啊？明仔载，互你去甲家宏讲互清楚，就算去互五家人拍，迄有妈，拢无要紧。袂用的，你袂当家己一个人去，我陪你做伙去，我会甲因过路，回事嘞，拜托伊。 是咱两个人，你当作因兜的人，阮像你遮尔善良，遮尔好讲话啊！若是安尼的话，因就袂一直急要逼我结婚啊！即摆连阮妈拢已经洗脑啊，所以才一直逼我娶佳文。而且，咱嘛不应知影我的悔婚拢是因为你，我惊因伤害你，所以我是绝对袂互你伫因兜的面头前出现的。 这间我相信你。
啊，不过这是最后一次，你千万千万唔通阁骗我。你放心啦，我绝对袂阁骗你。好啦，紧张休困，就等你交出来，加打电话我。好啦，我就是袂让人看到，我袂让人知影，我是甲你前党来交往，我毋是小三，亲我。妍希，快点亲我，若无我抱你回去，几年啦？不怪你讲你爱我，我爱你，那我嘛爱你。你今仔日暗时爱想我哦。